党政府啊，过去砍多了，卖砍拖啊，国民党又在砍拖，从你祖父说要反攻大陆，到现在还没反攻大陆。那你不知道讲到什么地方去？讲到你祖父了。这就是民进党政府。委员不必把这个引述到政党。那请说，为什么？这个也不像你平常的风格。院长，针对问题，你敢不敢承诺接下来不会再发生大停电？我是觉得，委员，我不是一个口号的人。院长，你不敢承诺，也是一种表示。你不敢了，执行，执行要用这种方式吗？那你承诺啊，你要用这种方式，请承诺。我对于整个情形都认为，针对问题才是解决问题，不是用拍胸脯的。这种政府啊，过去看多了。卖砍拖啊！国民党又在砍拖。从你院长不敢承诺，从你祖父说要反攻大陆，到现在还没反攻大陆。那你在谈电能源的问题，你的最不负责任的院长现在还在讲这些。你如果一定要讲这种，不会输你啊！你今天是为了选举到这个票的问题，你承诺什么？你承诺反攻大陆了？为了你国民党的承诺，我们台湾这边付出多少代价？从你祖父的承诺，你老祖父的承诺，我还去当两年兵，还说第一个要踏上中国大陆，解救同胞了。不敢承诺，你那种承诺有什么用？接下来不发生大停电，我现在要解决问题了。然后恼羞成怒，面对国会议员，不知道讲到什么地方去，讲到你祖父了。